买了差不多的，大家拿回差不多的家，把它们差不多的洗下，下场差不多的拉，嘘嘘差不多的咔嚓，水分差不多的擦，放到差不多的锅里开始差不多的炸，准备差不多的 ketchup， 放上差不多的酒，加上差不多的酱油调料，差不多就有，浇在差不多的虾里，酱汁差不多收干，盛在差不多的盘子，就是差不多的晚餐。